小同学，告诉大家你喜欢的那个人为什么值得你喜欢？他很体贴，他做什么让你最体贴的事情，让你觉得最体贴的事？他送便当给你吃吗？没有。那他有帮你按摩吗？偶尔啊。那你们已经在一起啦？没有。没有啊，好暧昧，真是。 在这边大声告诉他，你要怎么样跟他告白？跟大家讲啊，不要跟我讲，我只是帮他摄影而已。我爱你。再一句，大声告诉大家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一定要讲。 他是什么科系？把那假泥卖化修。什么科系？彰化高中。彰化高中。好。现在，刚刚被点名学校的男生心里在想，会不会是我？ 是你啊，是你，哎，在场吗？不在场。好，既然他已经那么勇敢的告白了，要不要把海报给他？好，把这个还给你们，好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谢谢这两位，非常的好，你们以后一定非常的幸福。